搂俩小鲍鱼，补一补。哎呀，哎呦，这个是屁股啊，这个屁股不能吃。哎呀，拿下来，这里是牙齿。咦嘿，拿下来。哎呀，满满的都是肉，来点秘制的调料。哇塞，一个字，真香真香。哎呀，哇塞，那个鲍鱼，这鲍鱼个头都可以了哈，特别大。这个吃鲍鱼可以哈，把黄也都给它抠出来。哎呀，这黄哈不好吃，给它抠掉，就吃这大肉。你有鲍鱼老有营养了哈。好吧，好不好吃？真好吃，再来个大蒸王。咱家哥姐哈有好多不会吃的，我来教你们。来，我们快。哥姐吃蒸王哈，把这地方给它剪开，把猪的沙囊给它取出来就可以了哈，剩下的都是精华。哎呀，姑娘你的模样。我太难了，要发字哪里拉着？每天一小锅，生活乐滋滋。今天来个大生蚝啊！用盖子，用刀子把它开开啊！哇哇，这个生蚝啊，来个捞汁的生蚝今天啊！补一补啊，男人的加油站，女人的美容院。哇哇，你看看。有没有食欲，哥姐？再来个排骨大龙虾。哇！两斤一个的大海螺，捞起来。哇塞！哎呀，黄哈、啊！这个地方是骨胆哈、啊，肝咱也给它挤掉了啊。剩下这块大肉啊，都是精华啊，都可以吃，非常的 Q 弹，非常的嫩啊。姐们，这就是处理过的海螺肉啊，麻辣口味的开袋即食的小零食，每一个都是独立小包装哈。这个就是海螺肉的嘴部哈，特别的 Q 弹啊，想吃的来一份尝尝吧。
看看这个黄啊，有黄有墨有大米。给你们分享一下啊，一包是250克的，给你一包、两包、三包。如果您想吃素来我直接播。